整红素经台北报道，久未露面的郑源唱街首度在台现身，参与瑞士钟表品牌魅度 RADIO 100周年庆。郑源唱透露，前阵子放了长假，到处冒险旅游，走访伦敦、柏林、布拉格、维也纳。他笑说自己因住在精品一级战区，旅程沉迷与购物让他荒废一些人文体验，让他有点遗憾。郑源唱透露自己买了一些高单价的大品，被问及多少钱，郑源唱笑说可以退税了。热爱旅游的郑源唱希望另一半跟他一样喜欢美食和旅游，能够说走就走，搞笑说如果是美食旅游布洛克最好。而被问到好友小美贺军霞已结婚生子，郑源唱笑说自己不会赶这个进度，倒是透露自己已做好结婚的准备，随时随地可以终结单身，认为找到另一半以及结婚要有一个 MOMENT 根本急不得。而郑源唱也自认为自己各方面条件都很完善，能结婚就会结婚。郑源唱日前忙着拍摄戏剧《半生缘》，和女神刘嘉玲合作，笑说刘嘉玲人太好，剧组有吃不完的美食，所以每个人都是摄住进去胖住出来。郑源唱出席 MRDO 手表活动，热爱旅游的郑源唱希望另一半可以跟他一样喜欢。记者陈毅观摄，郑源唱左一出席 MRDO 手表活动，记者陈毅观摄。